起床了。啊，主人叫你早点睡，你不睡，待会上课又要没精神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大哥是睡睡念，起床一念，上学一念，睡前再念。你再这样念下去，我耳朵真的被你念爆了。好啊，如果你自己爬了起来的话，我也嫌麻烦了。哎呦，开玩笑的嘛。啊，就念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烦，不念的时候反而有点怀念啊。三姐，喂，哥，我今天中午想要烤饼干，我拿过去给你，你有空吗？可以啊，那要不要顺便约文琪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？先不要啦。我约在外面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我订好餐厅跟你确认。嗯，好，那中午见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哥，你不觉得三姐语气听起来怪怪的吗？有吗？有啊，而且要干嘛只约你不约大姐？感觉好像发生什么事。几点了？不用上课了。啊，被你念到忘记了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张有日，自幼生迟到，先告一次啊。还敢讲？哦，讲好借你笔记要帮我包槟榔，还给我绕跑，害我槟榔包不完。我今天早上还特别爬起来赶工哎！哎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哥就来抓我啊！好啦，不然我今天就去帮你，包多少算多少。你说的。嗯。哎，后来你哥没有修理你吧？拜托我谁？张家小宝贝 ，AK 请我谨慎。嗨。老师要我们去参加奥林匹亚的数学比赛，你第二节下课有空吗？我们讨论一下练习进度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去你们班找你们。啊，对，主任还有说啊，如果我们这次拿到金牌的话，不止申请大学没有问题，还有奖学金可以拿，奖学金还很高哦。真的假的？听了好有斗志哦，我们一定要努力。嗯，那我们等一下去找老师讨论一下，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那我跟你们去。走，走。会数学了不起啊，包槟榔有我强。哎，张有日，嘿，你放学后在校门口等我哦。我说几颗就有几颗，你敢再骗我，就试试看。摘啦，一块小蛋糕。好，拜啦。哦，